哦，这条有一斤半，这么多了。开工了啊，兄弟们啊！灌这么长啊！今天风平浪静。啊，各位里面今天是浪最小的一天的，像西湖里一样，难得好天气。开工，开工啊！好鱼了，这条一斤多，哈哈，一斤多，一斤多。进来，进来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这是啥嘞？米吧，你放着十五米吧，我怀疑你这个米数放错的了，不然怎么一口都不会咬？哎，十五米啊，一个一个。把老是钓大的，老是钓大的哦。
吧，给你也打。大了吧你呀、啊！哎，妈的，不能再跑了吧？这边跑！哎呦！哎，又是黄鱼一条，哎呀妈去！越钓越钓，越钓越大了啊！十八两的，下午钓个三斤的回家。七八两，七八两。哎，又是黄鳝啊！哎呦，黄的。啊，又是黄鳝。黄色的。哇，又是条大的。这条漂亮，然后哎我去，中鱼了。返航了，返航了啊！今天全部黄鱼黄鳝。嚯、哦，这条有一斤半，这么多了。还有这里。朝着太阳的方向啊，正过来。到家了啊，称一下称一下，哦，大的有好几条呢，一共二十多条。好嘞，全部打包打出去了啊。
黄鱼我会钓二十多条吧。明天继续哦。打包打包。下次打包。加油干啊，晚饭都还没吃过。到家了到家了啊。今天黄鱼全部打包打掉了，全部网友买走了，三条大的，一共卖了4000块钱。现在黄鱼还算便宜，等快过年的时候，这个黄鱼最起码翻一番了。今天两个钓友，一个还好，一个不会钓，第一次出海，什么都不会搞，一个钓了10多条黄鳝，10来条黄鱼，还有一个钓了几条。今天这么好的鱼群，要是会搞一点，两个人最起码加起来比我还要钓得多。吃饭了哦，明天继续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好，摇嘛摇嘛摇嘛，摇归摇嘛，不要停顿。下去了，黄鱼黄黄黄的，哎呦，这条大这条大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不要拉啊，抄网抄好的。哎呦，鱼呢？啊，金把中金把中，快点要钓，现在赶紧钓，不要不要再弄嘞，不要再弄嘞。打结了没事的，他拉不断的。啊，钓黄鱼又没关系的，又不是钓鲈鱼。哎耶，妈的运气不好，钓条鲈鱼的。打结了又没关系的，现在有鱼赶紧钓。看见头疼，没有为什么了，看见鲤鱼就是头疼。
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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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黄鱼大嘞，这么简单。黄鱼，啊！我又是米鱼，哎耶！你好像也是黄鱼，也是米鱼吧？来的吧？哦，活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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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两条大黄鱼嘞！鱼不要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扔下就咬住了啦？又是米鱼呢。我扔下去接住了啦。又是米鱼。哎呀，活鱼，活鱼。哎呦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大的了吧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哈哈哈哈哈！扔下去我接住了，这个黄鱼竿。我以为又是小米鱼耶，米鱼啦，啊，不是黄鱼。臭米鱼泄气死！臭米鱼！哎呀，黄鳃哦，黄鳃还好，黄鳃也可以哦。大好哎！中大一点，一点点大的。哦，几条黄鱼，我不大了，个头。哎，不小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都是黄鱼了。嗯。回家，兄弟们，明天见哦。黄鱼搞几条有的，两个客人不想搞米鱼，想搞黄鱼，那就带他们搞黄鱼哦。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啊，开工。
也中了。嗯。看我钓的是珊瑚，不知道黄鳝还是黄鱼呢。这条可以，这么大。慢一点，这个电动轮黄鱼钓到了，慢一点。这个离不像黄鱼吧？啊，也是黄鱼。不要放了，完了，我一条黄鳝呢。你们两个一人一条大黄鱼，我一条黄鳝。你要下半年这条黄鱼，好嘞。2000多嘞这一条，30条。这么小的米鱼就抄一下，抄一下。压老快，是两年多。一到两年五个是左右。两年拿了一出出来，出去年今年又出出来，是吧？是吧？不值钱的东西嘛，这会想的肯定不值钱的。报的，26米，26级。7-8斤黄鱼不得了嘞，看到
23的话碰到你了。没有啊。23换23。大黄鱼收到那个导线环要收进去。快啊！哦，今天产量不多嘞，就这条好看一点，这条已经多了。这条还行啊。回家了，一天又结束了。今天产量不行啊，那个潮水太大，潮水太大嘞，跟昨天完全是两回事情哦。昨天爆箱。今天只能算是完成个任务了哦，明天休息了，过几天再出海啊、哦。那下期见了，大家拜拜。